再来再去看世界，咱镜头来美国。美国即马当地举办消费电子展，嘛头一届会当看到这大寸尺会当凹的电视。但过这台电视真贵，一台爱买台票3700万。轻轻一试遥控器，拗起来荧幕就会当拍开，变作4K 关位置的超级大电视。二代理电视品牌在 CES 2024消费电子展发表三款会当拗起来的电视，包括103寸、137寸和户外的301寸，价上嘛对465万台票，高上贵超过台票3700万。现场展出的电视，第一设计上不是使用拗起来的荧幕，是甲5个直式的荧幕用这样优柔的方式倒做一。137寸的荧幕，透过自动校正技术来消毒黑色的接棚，让看的人有真好的视觉效果。Hey, how are you feeling today? I'm feeling great today. You seem to be in a fantastic mood, and your smile is utterly contagious.法国一间智慧健康科技公司是发表全球第一款 AI 的智慧镜，会当分辨使用者的情绪，而且帮助因来管理压力。根据官方的介绍，这款 AI 的镜是透过灯和使用者的手势，以因的指令来分辨无同的情绪，可以当根据使用者的心情来调整内容。If you are feeling stressed, it's going to recommend you a relaxation meditation. And the good thing is, like, since we have the mirror, we can combine light, sound, and display at the same time to create the perfect environment for your meditation. 结合 AI 技术的各种设备，主要是针对需要常常走来走去的外送人员，更包括的程度，也是爱在户外巡视检修的工作人员打造的。去年宣布推出10座的呐，公司会当护镜的速度提高2.5倍，售价是超过台票43000。今年是把的呐组减少到6座，意思就是当中减轻，但是走路的速度煞会当减3倍。按算在今年的7月上市，但是还未公布伊的介绍。The faster you walk, the faster they go with you. The slower you walk, they slow down with you. They all synchronize with the walking pace you have. 另外一款是把智慧手机的保护壳，用木下脚来加实体键盘，键盘的形是圆的，旗子是实体控制的，佮会当发光，旗子含电路板会当听，要穿的时阵较方便。价格是对4300台票起跳。保护壳有两种色，一种是亲像大黄蜂的黄色，另外一种是敢若伦敦的天顶看起来拢是。普普的普色，公司新闻新闻的播音。